它有浮一层热热的泡泡，这是什么？一点一点的。我是Luna，今天来到三峡祖师庙这边，看到茶局就是三峡老街的入口啦。看杏仁茶搭配油条，吃起来怎么样？杏仁茶热的。它沾那个姜母茶、杏仁茶，有这些特饮。哇，来加冰加脆。来，里面可以做杏仁茶加油条，喝喝看。哎，来，你好，你做姜母茶、杏仁茶，好像是我们在百货公司闻到的味道。看一下，外带内用都先做马上好。来，里面可以。是我没有喝过杏仁茶，第一次这样喝。来入口进来的第一家，啊，李雷，一百蚊来听你。老街，安耀坚。上次在这里看到一家双擎店，超酷的，它是自动的，有点像 IKEA 那种，可是很酷很可爱。等一下来看看它怎么开。这家新开的，之前来没有，应该天气好才有。水果仪。白菜的。有一开一开，它要没电了，要用我妈的。我刚发现这边有家花生糖，超好吃，来看一下。这家是鸡蛋糕，形状好特别哦，味的到啦，看起来好特别，形状也不太一样，然后有炭火的香味，大家试试看。脆脆的，脆的，而且是这种 Q 弹的口感。这间也很多人，三角形一只20元。你好啊。你要拍我也可以。哈哈哈哈哈。过来。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你有香菜。嗯。哇。那特色是什么？刚剥开来鸡蛋糕，就它有点空心的，让我有点难过。哇！超高的它，它就是遇到街头艺人，然后发现他原来是视障的朋友，大家请来帮他捧场。一回头已经这么长了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这是做完的糖葱，很脆，好像里面是空心的。大家说一个秘密基地，后面就有 U-Bike 站， U-Bike 站旁边就是警察局，警察局过来这里，这间就是我的秘密基地。每次来我都会去逛这间何乃川国产豆制所，一试喝。我觉得它最特别，有基地，它最特别就是豆浆冰淇淋。豆制所全部都是豆，一进来这个是黄豆的制豆工厂，里面还有一间小餐厅。必备就是小菜，鲨鱼烟、脆肠、鱼软、
猪肝、猪耳朵，好多、哦。来了，没有，不打了，再。你来，我跟你长得一样，那不是你点的吗？点了猪皮、鲨鱼烟、白木。而且我一直很好奇什么是鲨鱼烟，真的是鲨鱼，鲨鱼的鲨鱼的鱼肉还是鱼皮，这皮这肉哦。吃到的是鲨鱼肉，它是那个鲨鱼腹部的地方，中间是嫩肉，然后它两边呢会有鱼皮，所以是外 Q 内软的。用蒸的话，它味道才会在里面。这个蛋皮呢会有那种香气，炸过的香气，然后里面都会有粒粒分明的那种鱼蛋的味道。来了我的，哇、哦，好多烟呢、啊。好 Q 哦，珍珠，跟奶奶的珍珠一样。回去了，来到三峡要买的就是金牛角，只要带伴手礼回家，带大家走一下金牛角，要去哪一间买才对呢？到三峡一定要买金三峡，认这个小牛，十大伴手礼票选第一名。结果我们买了这个原味菠萝，立马来开吃，下次见，拜。